各位好，我是纪然郑匡宇，在这边呢，先预祝大家扭转乾坤，牛年行大运。说到这个扭转乾坤呢，我认为最近最需要扭转乾坤的就是被鸡排妹控诉在尾牙上面摸她屁股性骚扰她的歌手翁立友啊。Only you。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想一想哈，在企业在生活里头呢，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这种危机啊。如果你是翁立友，我建议你可以这么做。首先呢，如果翁立友他完全没有做这个事情，他怎么想都觉得我明明没有做，这不可能啊。他非常确定的话，我建议他应该要直接反控鸡排妹，直接走法律程序，让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的老妈相信自己的清白。为什么？因为完全没有做嘛，完全没有做，我们就正面迎击。但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呢，他其实可能还真的有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人会说，那你就直接道歉，说对不起啊，我不该这样性骚扰。各位，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就站在翁立友的立场想一想好了。你如果这样子一大方承认的话，对，当时就是我摸的屁股。我告诉你，因为这么一做的话呢，会让他过去所有的累积毁于一旦。没有人会接受一个性骚扰的歌手可以继续在歌坛生存下去，所以他其实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什么样的方式呢？我认为有一个比较中庸的做法，就是他呢一样可以开记者会，然后在上面跟所有人说，我绝对没有想要性骚扰鸡排妹的意思，也绝对没有伸这个咸猪手，但是可能在互动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不小心的碰到，那么只要让鸡排妹感到不舒适，即使是我不小心的，我在这里都要郑重的跟他道歉。那至于他说在舞台上我制造的那些效果也让他觉得是性骚扰的话，我必须说这是我过去在秀场在舞台上受到的训练。那么如果在现代这些已经不合时宜了，我也希望以我作为最后一个在演艺圈还用这种方式来跟女艺人互动的歌手，那么事情就到此为止，以我作为一个标准，作为最后一个结束，也提醒未来所有的男艺人，我们在舞台上都应该要尊重女性，不要开类似像这样让别人不舒服的黄腔。再次，我要跟大家表示我的歉意，也希望大家未来能够继续看到我在舞台上的努力。各位，你想，当他这样子一讲的时候，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觉得，哦，好，那这可能就是一个意外嘛？那你也认错了嘛？这样子呢，就可以让翁立友的形象至少中间，又或者还可以偏上。能够偏上的原因，是因为他等于拿自己当成是一个最好的范例，并且去提醒未来所有其他的男艺人。这样子某种程度上好像是道歉了，但实际上也让他自己的名声、自己的高度、自己的形象能够提升到一个很不错的位置。总之呢，面对类似像这样危机的时候，绝对不要逃避，也不要顾左右而言他，正面的迎击。以翁立友的例子来看，当时如果鸡排妹就在现场的话，他做了我刚才建议的方式，岂不是皆大欢喜吗？对于他，对于鸡排妹，我认为整个事情都会有一个圆满的落幕。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样子道歉的精神，面对危机的方法牢记在心中，在2021的牛年，我们一起逆转胜。